人在做，天在看啊！你不是只活今天不活明天了吧？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把这孩子的一片孝心给糟蹋了。以后你和你老伴儿再倒在大街上，我告诉你，可没人送你们去医院。你怎么说话呢？啊？什么叫怎么说话谁呢？好心，谁坏心，用不着你来做评判。好，别吵，别吵了，别吵了。我来说两句啊。现在是这样，老爷子，我觉得啊，人有时候呢会有一念之差，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咱就不追究了。你给个说法，这事儿就算了呗。做梦！我告诉你，我甭管你是消防队哪根葱，今天这个事儿就过不去。哎，我告诉你啊，我们是来作证的，我们不是来辩护的。这86年的老党员能算我吗？也甭给我来这套，党员怎么了？党员不一定要干出这种推人不认账的事吗？哎，是你说什么讲理呢？是吧？你们怎么太不讲理了？我不管你撒不撒谎，我就知道他撞了我老伴儿。你亲眼看到的吗？我亲眼看到的，我老伴倒在地上了，都躺在医院了，这还不是事实吗？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谁不讲理啊？当时你低着头在那捡垃圾呢，是我们俩先给发现你老伴倒地的，我们要扶他，要给他送医院，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问你，谁的老伴在医院里快死，谁能撑得住气啊？咱们提警察的。刚刚谁报的警？我消防员同事啊，是我。楼道烟雾太大，根本上不去。副班长，走，你带人看一下。是。带着破坏工具的水枪，跟我上。是。什么情况？现在全楼的人已经疏散了，现在厂门里边没反应。准备开，准备开锁，是。好，停住！好了！哎呀！都是我不好，我那天呢就应该跟着巴特去。你说，现在给人做个证，人家都不相信，我真是老而无用。妈，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我活着干嘛呀？我找你巴特。哎，妈，行了啊，你让他老人家清静会儿啊。你跟他说这个干啥呀？你不是添堵吗？让他来。再换一张啊！哭了，别哭了。不去也行，你回家来陪我。我不回来了吗？我回来就是陪你的。这不算。这怎么不算呢？妈，您都看着了，我的兵闯了祸，我就得去处理呀，要不然影响人一辈子。消防兵有什么前途？不当也罢。行，既然这样，一不做二不休，我跟露露说，分手。啥露露啊？啥分手啊？女朋友。你跟人牵手了？啊。儿子，有女朋友了？哎呀，算了。那别啥时候有的呀？你看你咋不跟妈说呢？不是人家说了，之所以看上我，就是因为我是一名光荣的消防兵，但是现在。既然妈你不希望我穿军装，那我就脱。我从小就听您的话，我就听您的，脱。哎，妈啥时候让你脱军装了？你这不冤枉妈吗？刚才妈没说这话呀。你不说没前途吗？前途，别脱。那就不分。当然不能分了。哎，儿子，赶快，妈领过来看看。哎，你不知道咱们那些邻居啊，天天挤兑我。哎，我这回呀，跟他们说，
我赶快有儿媳妇了，抱大孙子。哎呀呀，行了行了，到时候跟你爸说。哎呀，你们家三代单传，这回啊，我到那头就跟你爸有交代了。哎呀，行了行了，儿子，妈不说了，不说了。放心吧，回头给你领回来啊。哎，快点啊。行了，妈，我走了。啊，跟那个巴特说，别害怕。好，没事啊，我去给作证，让马婷也没事，我不怕。哎呀，不用你，有我呢。你姑娘叫啥呢？叫个露。知道叫露露，我说大名叫啥？叫叶露。叶露，慢点啊。走了。哎，行。老张，听见了吧？儿子有女朋友了，过两天让他给你带回来看看。这回你放心了吧？报告，指导员，检查过了，家里没人。准备收队。是。哎呀，怎么回事啊？啊！起来，起来！哎呀，这是咋回事？这是你们干什么呀？啊！谁让你们动我的东西？出去，都出去！怎么又是你们？这是你家。对，谁让你们进来的？我们接到报警，说你家冒白烟，敲了门，家里没有人。着什么急啊？我都跟物业说过了，我们在回来的路上。你们家的垃圾发生自燃，如果不及时处理，后果不堪设想。什么垃圾啊？这都是我，这都是我捡回来的宝贝，现在全让你们给糟蹋了。老爷子，看清楚了，我们是在救火，不是在放火，是我们保住了你的房子。小子，你闭嘴啊！就你们这几个人啊，倒不知道的，昨天我奶奶被撞，今天我家门就破了，什么意思啊？这是巧合吗？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们这就是在报复，想替你们的人出头啊，是不是？收队。是。不许走！哎，人家包赔我的损失。老爷子，请你把手放开。我不放，你把手给我放开。今天你要再伤着我爷爷，我告诉你，我跟你们消防队没完。老人家，你冷静一点。我不冷静，你们赔我的宝贝。哎，赵爷，赵爷，你看好你爷爷，别让我们都难看。哥几个，仔细检查一下，千万别留暗火。小子，想干什么？玩阴的！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懂，敢刺我，你自己看看。这是你自己要求的。你真他妈敢刺你！我操！我操！我操！你真他妈敢刺你！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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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贱的样子。付强，付强，那爷俩跟疯狗一样，逮谁咬谁。昨天冤枉巴特，今天又怪我们故意破门。他推了指导员一下。好了，要是你在那儿，你也忍不了。他是混蛋，你也是混蛋。他是法盲，你也是法盲。火灭了之后，二次打水是严重违纪。是给特勤中队抹黑，你知道吗？报告。每次灭火之后，您都让我们二次打水，说是不能留残火、暗火什么的。我这都是按照您的教导行事，哪儿错了？孩子是狡辩。我问你，白菜村的事儿才过去多久？水枪冲人和冲火去，那是一回事吗？我就是看不惯他们那种胡搅蛮缠的嘴脸。你要是有委屈，你可以申诉。但是不能滋事报复，我忍不了。富强，我告诉你啊，咱们消防队那是人民子弟兵，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水枪不能冲人去，记住没有？你不能用你的职业优势去伤害那些跟你相比处于弱势的群体，这是消防员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个人修养。他们用拳头解决问题，你也这么干？好了，今天的事儿错不全在付强，我也在现场，我对现场掌控不力，
你们出了问题，我来负责。报告，今天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跟指导员没关系，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你回去把军纪手册从头到尾抄10遍。是，出去。 我是对事不对人，我告诉你啊，这回这刘鹏飞算是抓住把柄了。他肯定抓着不放，巴特的事儿，这下更麻烦了。我知道，巴特，不是我说你，你这种搀扶老人的行为实在是太冒险了。怎么就冒险了呢？救人第一，不是我们职责所在吗？ 我们每天学的、练的，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我觉得巴特没错。哎，那他至少应该拿手机把当时情况给记录下来，现在网上很多人都这么做，既能助人为乐，又能自保，这是最聪明的选择。我们手机不是都上交了吗？怎么录啊？您没上交啊？交了。我们交了。真交了？那肯定交啊。 对不对？当时那样的情况，谁顾得上用手机录啊？我如果再晚一点救那老太太，她可能就没命了。那手机录呢？说到底，还是那老头的错。哎，要不咱找他孙子聊一聊，都是年轻人，说不定好沟通呢。得了吧，他孙子呀，被腹腔一枪给干倒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我一枪干了他，怎么了？ 有种他投诉我去！什么事？行行行，你牛，你牛，你怎么不考虑一下巴特的处境啊？二次试水，你倒是痛快嘛！可巴特这个事情怎么收场？你有想过吗？我那是为了我自己痛快吗？我是为了巴特，为了咱特勤中队出口气。谁知道啊？哎，你贵姓啊？你什么？我说你，你贵姓啊？ 你脑残呢你！你都叫我富强了，我姓什么？你说我姓什么？对嘛？你姓富，你又不姓法，你又不是法律，你没有资格逞恶扬善。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蔡元秀，你胆小怕事就不要要求我和你一样好吗？我们现在好好想一想，到底是谁错了？气人吧！干嘛全冲我来呀？哎哎，富强！富强！ 他什么意思啊？富强，我不也是替你们着急吗？凭什么说我胆小怕事啊？我的老蔡的李根人，一共4份。你们干嘛呢？ 注意字迹，要同意。我那份在抽屉里。班长，我们特勤总队是个广融团结的集体，以后有什么事儿，大家一起扛。 报上说我们的兵撞人了，根本没有。那二次打水事呢？许队报告，说，那是他们太过分了。我不听你们这些站不住脚的说法。总之，要是我们的事，就得向人家道歉。要是他们想借此闹事，不用跟他们客气。我知道了，另外写一份详细报告，包括所有细节，到时候我让谢晨联系媒体。
这件事啊，躲不过去，索性早日发生，以正视听，消除影响。是是。赵勇的检查报告来看，病人的脊椎恢复得非常完好，所以几次晕厥基本排除了骨折引发的椎动脉狭窄导致小脑缺氧的可能，应该还是他情绪所致。你们之前有没有谈论过什么他排斥的话题？没有，我们没有谈论过任何让他排斥的问题。没有，医生。这就不应该了，你们领导应该好好做到他的思想工作，让他放下思想包袱，这样才能让他尽快康复出院。谢医生啊，我们一定会注意的。对不起，程队长，邵导员，我没照顾好大牛。你也累了。可是大牛还没醒呢。我们在这儿，他不会有事的。那我先回去了，郑队长，老袁。他在撒谎。他刚刚回答医生的那个问题，回答那么强，这是典型的说谎反应。目的是什么？我是好话歹话都说尽了，可是这小参谋他就是不听。你看，还下了这个临时查封决定书，让咱们停业诊断。先生，不用不用。这样啊，商长庆典的筹备工作继续进行，不要停。同时按照校方的要求，加紧整改。好吧，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儿，大家忙去吧。哎呀，哎呦，啊，黑了，瘦了，来坐。啊，怎么，找我有事儿啊？不是你让我来找你的吗？嗯，对对对对，你真的有办法解决消防队的麻烦？坐。什么办法？你知道有个叫音漫音响的新品牌的产品，它要进入我们富士商场吗？那个创始人知道是谁吧？我可以拿着那份签约，迫使刘鸿飞不再追究那个消防战士的责任。
我想他们权衡利弊关系以后，肯定会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的。那你相信我战友是无辜的？你战友无辜不无辜跟我没关系。那你干嘛帮他？我只要你主动向张梦怡申请调离特勤中队。哦，交换条件？随你怎么想吧。那我要是说我在特勤中队过得很开心呢？你呀，开心不开心，我不关心。我只想让你平平安安的活着，懂吗？哼，我活得很好。你活得很好，是这样吗？我告诉你，没有牛粪劲，你能站在这儿跟我说你活得很好吗？说漏嘴了吧？所以，牛粪劲真的是你安排在我身边的人呐，劳您费心了。你不想救你那个战友了？今天我来，不是为了求你帮忙，而是为了证明心里的一个想法。什么想法？你一直没变，你也不相信我会改变。你认为我还是那个一旦遇到麻烦就会来找你擦屁股的小屁孩？不想啊，你不是吧？不是的，当然不是的。我说过，我不希望你再干涉我的生活。你提出条件，交换利益，这是作为一个商人的准则，你没有错，但那不是我的准则。我穿上军装进了部队，我的中队长告诫我，任何时候都不要以自己的职业优势去伤害那些处于弱势的人，这是我消防兵富强的准则。至于我的战友，我相信他是无辜的，肯定会有更体面的方法还他一个清白。我信这个。富强。指导员，你来了。头还晕吗？好多了。医生说了，你的伤没什么大碍，头晕呢是情绪波动所导致的。也许吧。指导员，我不想回特勤中队了。一次受伤就把你打回原形，让你变成胆小鬼了吗？我一直都是胆小鬼。胆小鬼才不会冲进火场，舍身去救自己的战友。因为我必须那么做。指导员，你知道吗？快一年了，我最怕听到的问题就是班长们、首长们问我：“牛粪劲，你为什么来当兵啊？”所有人都能正大光明说出自己的答案，只有我不敢告诉你们我来当兵的原因，因为那是连我自己都觉得一个不够纯粹。就一个理由。牛粪劲，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是。你说，在田径场上，那么多运动员站在起跑线上，他们为什么站？因为荣誉，因为梦想，或者是因为贫穷，因为奖金，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发令枪响之后，他们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他们不会因为站在那里的原因，不会因为沿途的风景，也不会因为观众的态度而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应该具备的态度，你也一样。如果你说你真的不喜欢特勤中队，那我回头就跟中队长说，
调到后勤，调到其他的单位。等你服役期满，你就离开，没有人会挽留。但是，在新训期间，你所表现出来的很多优秀的品质，自律、勇敢、勤奋、聪明，这些优秀的品质都让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最优秀的消防员。你也一样渴望，对吧？指导员，我喜欢特勤中队，我喜欢。我不希望你为了一个不纯粹的理由来，现在又为了这个理由而离开。这世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交付自己的命。你的指导员我呀，最喜欢穿军装，这一辈子可能跟时尚都没有什么缘分，但是香奈儿的这句话我是非常认同。牛凤姐，为了自己甩掉所有的包袱，勇敢地冲向自己的终点。从医院回来，为什么不立即归队？你去哪儿了？我有点事儿。什么事儿？我爸能解决巴特尔的麻烦，但作为交易条件，他要我离开特勤中队。你答应了？钟队长，我真的不想把一件本来正确的事情做得像交易那么难看。但是我又怕我拒绝了，是不是显得我很自私啊？你做的对，真的，真的。其实男人固然要有担当，但是坚持内心的底线和原则也非常重要。谢谢钟队长。以后穿便装不要随便进入。是。你指导员走了。再下去行吗？什么歌呀，这么好听？我期待有一天我会。现在好像很少有人听张雨生了。你不喜欢？我喜欢。当年呢，我就是听着这首歌从老家到平城的。波姐，你老家在哪儿啊？在四皇啊。四皇，那是哪儿啊？这个声音不是张雨生的吧？这个是我一个战友自己唱的，每次我有心事的时候，我就喜欢把它拿出来听听，给自己鼓鼓劲儿。等歌一放完，我就感觉就又有了一身的力气。明白。这个感觉呢，就像是我买了个新包一样。你有心事啊？在想什么呢？可可香奈儿。什么？就是可可香奈儿，你知道他吗？太知道了。是我的终极目标，我一直都想买。回头我送你。
你要送我香奈儿？啊。说的话我都已经说了，接下来会怎么样就看他自己了。富强怎么样？富强这小子表现可能出乎我们的预料。什么意思？今天他找了傅满堂了，而且拒绝了可乐的帮助。他问我这么做对巴特来说是不是意味着自私。发现没有，这小子现在心里有别人了。所以就算他没有按时归队，你也不生他的气了。你不是说过吗？塑造一个好兵，比收拾一个刺儿头要强，而且前者更有意义。但是我记得当时你不认同我的说法。我现在改变主意了。你也超出了我的预料，张梦一。什么？换作以前，你只会坚持自己的想法，不会吸取别人的意见。是吗？哎呀，没事吧？有事儿。我不是故意的，不会脑震荡吧？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俩这是干嘛？嗯？哦。哎呀，玩球呢。打球？你们先玩着，我先走了。玩球呢？几个意思？什么几个意思？脚踏两只船有什么严重后果？你不知道啊？不知道，没踏过。哎，我靠！我们家三代都是单船，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向叶老师去发出求和的信号？发了，电话也打了，不接。短信也发了，不回，我估摸着还生气呢。好女怕缠郎，你得缠她呀！缠什么缠？我哪有时间呢？等把巴特的事解决了再说吧。扯淡！朱队长，指导员，我想请一个小时的外出假。什么事儿？去看那位昏迷的老太太。我说巴特尔，咱们已经坚持到现在了啊，千万别认怂，听到没？你放心，我跟指导员做你的坚强后盾。我们都商量好了，准备啊，咱们公开搞一次测谎，我一定还你清白。好，我知道，我就是想去看看他，不管我和他家人闹成什么样，
但是我还是希望老太太能够尽快康复起来，健康起来。毕竟人是我救的嘛。去吧。行了。行。八头，我给你2个小时假。是。我很骄傲。胖子，你醒了。老婆子，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哎呀，老婆子，快叫大夫！奶奶，奶奶，大夫，护士，老婆子，快看，你没事啊？快啊！哎呀，快看，老婆子，准备24周，哥，通知医生。哎，哎呦，奶奶，奶奶，老奶奶，马上就要给您做手术了，您躺好啊。多少钱？这都什么时候，人还考虑钱呢？保命要紧。我没事儿，我想回家。老奶奶，你不要激动啊！我跟您说，您的手术费用啊，医疗保险还有退休人员补充保险都能帮您报销大部分，您自己支付的连7%都不到。您放心做手术就行了啊。哎，您干嘛呀？我要回家。准备出车，你这。老太太怎么样了？哎，你还留脸不来呢？告诉你小子。我奶奶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准备弄死你！哎，护士姑娘，我老婆她怎么样了？病人现在在手术过程中出现大出血，医生正在全力的抢救，现在需要大量的输血。那就输啊，钱不是问题的，只要能救我奶奶，多少钱我都认。医院的血库现在没有这个血型，附近的采血站这个血源也特别的紧张。哎，你们有没有 O 型血的人啊？赶紧喊过来。我是 A 型啊。哎，我是 O 型，姑娘，冲我的吧。老爷子不行，您年纪太大了，受不了的。你父母呢？他们都死了。我的苦命的老伴儿啊，你辛辛苦苦一辈子，就落到这么一个下场啊！哎呀，哎，你们什么医院啊？连血都没有。爹，我再到别的护理站去看看。还没等你回来，你奶奶就哎呀！我有办法，马上组织中队所有官兵，凡是 O 型血的，昨晚没有出任务，今晚不用值班，立刻前往采血点，展开爱心救援行动。是。把装备都得齐。啊，天道，你就别去了吧。为什么？我也是 O 型血啊。你不是身体？哎呀，救人要紧，别废话。月经结束了吗？什么？月经结束了吗？还没来，一般什么时候来啊？我想想啊，18号。你上回晕倒就是18号。经期前3天不能献血。我可以的，我身体可以的。你可以，我们也不行呀，万一出事了谁负责呀？指导员，要不还是听护士的吧，大不了我们多抽点。抽我的，我年轻。你们都不能献血了，每个人400毫升已经到顶了，不能再多献。孙彤，到。队里还有谁？
我穿上最帅的制服，神龙活虎，吸引了多少注目和仰慕。可剑在弦上，怎么还有功夫炫酷？我用手最快的速度呼啸奔赴，每次抛下个人生死融入，只想让危险就在我面前止步。这一身铁骨宛如云梯擎天柱，滚滚浓烟毒雾挡不住重庆冲出，竭尽全力救护，劫难后的微笑才是幸福。这一腔热血不需要壮志鼓舞，烈火中的无助需要我义无反顾，只要你们平安，我和兄弟就会满足。这一腔热血不需要壮志鼓舞，中的无助需要我义无反顾，只要你们平安，我和兄弟就会满足。只要你们平安，我和兄弟就会满足。你们平安，我和兄弟就会满足。